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异端审判》。上一集我们最大的发现大概是那个法式营地吧。觉得刚开始到这里的时候，好多地方都有问题。我们已经处理到大半了，应该快要可以把问题都处理完了。泡水的日记。在福阿罗沼泽找到的日记，写着十天前日期的日记完全被水浸湿，还能够读。因为屋顶漏水已经惨到有一个礼拜都吃水煮树根了。除了吐之外，像这样一直在厕所里，这是这十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但这人比一民族区好了。安卓斯特的兵暂时还不会到这城镇。卡德纳他们没有问题吗？我离开那里时没有病的样子，但现在大家都在发烧。还小的儿子几乎快死了。奈吉尔·马修残酷地说，大家都在自家隔离。我带一些有帮助的东西去好了。像是能退烧的死亡根，还是精灵草？应该不会是死亡根，对吧？问问伊拉是哪个吧。搞错就不太妙了，这。而且这个地方发生瘟疫，没想到居然才是十天前的事情。我居然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了耶。我到底应该往哪边走？突然方向搞不清楚，是这里吗？现在应该回到对面的马路上了吧？哇，600，痛哎！来吧！
好吗？快打死了！倒一只了，看等他拼下去了。他们一直倒的话，应该还行。我还是让你把我击倒的，你只要我击倒你。Free of corpses back to the shore. 打赢了。Fewer of these creatures, the better. 这样这边尸体的数量应该会变少，比较好走了。来看一下写什么。弗阿罗沼得到引荐之火，这个不难解读的如你一瞬间突然唤起像是难题都解决一般雄大又充满执念的胜利的喜悦，那里出现了放在瓶中的仙丹的画面，接着逐渐朦胧。被叫者威德瑞斯的日记最后一页的暗号，对应了弗阿罗沼泽发现的引阶之火的文章，像是解读后的笔记，把两个文章合起来会变成记载着非常危险的毒药的制造配方。所以我有拿到配方吗？好像没有特别显示欸。哦，接下来先回营地休息一下好了，左边这一块水的部分都还没有去。水中的战斗会消耗很多药水的。补给完成，出发。啊，走了好久，终于回到这了。这边好多。好大好大的石头哦，叹息的尖塔。水的对面看起来有房子可以去。这个石头似乎是没有办法爬上去的。There's almost no mention of your part in the tale of the champion, Varric. I don't want to bore people. You don't want to incriminate yourself, you mean? Same thing, really. 有一样吗？呀，那我下去要跟他们打。
交给我的战友们。好像捡来捡去，大部分都是捡到细胞的样子。这个村庄也已经悲剧了。三十天居然没有存活的人。我已经大肆搜刮完才这么说，我这样作为审问会到这些真骗人家里搜刮东西没有问题吗？赵达斯之品，龙的小便。虽然这个名字大概是个比喻，但大家都不是很确定。路易斯戴安的笔记。艾里，村庄很危险，今在城堡附近看到有脚的怪物，我和爷爷一起把物资移到御营石那里，建好营地后会回来接你和奶奶。愿你平安，还活着的表妹只剩下你了，路易斯。伟大的卡斯帕。伟大的卡斯帕王最后长眠于我国伟大国土前，经过了127次的夏天，连最后一天王都和他的曾孙荣耀的马萨斯进行了一场拳赛，并打败了他。卡斯帕王虽然高龄，但完全没有衰弱和老化的症状，还向大家证明了比他年轻很多的男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卡斯帕接住了马萨斯全部的攻击，并用一倍强的力量反击回去。最后，伟大的王将曾孙摔倒在地，一挥剑把胡子从马萨斯的下巴割下。你是潘塔切斯特耶，王说，多少注意一下自己的外表。被骂的马萨斯教侍从准备入狱，整理自己的外表。从此之后，他把胡子剃得异常干净。后来，王回寝室睡午觉。到了晚餐时间，召使们再也没能将王叫醒。就这样，保护涅瓦拉最高权力者位子60年的伟大卡斯帕王，终于脱下了王冠。来自不断加血的一族传记。涅瓦拉的历代潘塔切斯特王。原来潘塔切斯特是这么大的一个家族，我原本以为他们是什么贵族之类的。他们是国王欸，王族欸。
哎，这边再继续过去好像不行，对不对？那里是没有办法到的地方吗？好吧，应该是。我走过去看看，确定。不能走。好。一边不晓得能不能走，我是觉得应该没有办法，我从中间那个石头很多的地方过去看看。这样也避免踩水，生一堆怪。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大的石头立在这里啊？感觉又不太像什么雕像之类的。难道全部都是之前提到说有一个人很喜欢把那个大石头搬到这里来？应该不是吧？应该没有这么大范围吧？建筑里面不晓得可不可以进去，有路。好像点来点去都真的是细胞而已。看一下
下往左下，好像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我走的方向是不对的吗？所以我绕回来了。那好吧，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好了。没有路了。前面有一个风车，我刚刚看到它的时候还以为它非常远，到不了，结果就到了，还是一个地标，古老的风车。这个风车虽然很古老，但被保存得很好。我过啦，我现在到底跑到很右边来了，想要去左边的时候，There was a mighty kingdom here once.I have seen glimmers in my dreams. 是哦，我觉得还蛮难想象的耶。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这么的，该怎么形容？悲惨吗？在这些巨石有可能是那个繁荣的王国所留下的东西。我刚刚那招怎么没有发出去，反而发出了一个连发的？这边也不能走。
所以那个水池是不行去的，左边的水池应该也是不行去的。卡珊德拉，我觉得这冲不过去了，稍微打一打，然后一边跑吧。哪边比较多？They're endless. We should head to the castle. 我知道，我知道，我过来了。索拉斯、瓦里克，你们也快跟上！行吧，哇，里面也有敌人。真的，真的是。好吧，果然没有交涉的余地。现在两面受敌啊！卡珊德拉，正面，正面。挡侧面，哦，我那招放不进去。对对对对，跟他，来丢拿。好，大家进来，里面还有人哦。走了，走了，冲上去好了。啊！觉得不太妙，飞过来。The Herald's down. 不行啊，他们后面直接杀进来了。后面的要去打掉。OK。打开门，要打开两次门。哇，城墙上的宝物。补充物资，好。终于要进去面对那个想要跟我打的库纳利族了。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拜拜。